对，我觉得今天这一组对决非常精彩。就作为吃瓜群众来说，我最喜欢看这种强强对决了，看得很开心。然后如果今天我的手机没有流量，这三个视频我只能选一个重新再看一遍的话，我会选Swag哥。对，是一个让人看着非常欢乐的表演，就很像，就像何老师刚刚讲，像健身房里那种跳减肥操的健身教练，感觉他分分钟要在前面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，再来一次，就很想下去跟他一起跳减肥操，很有活力。对，就被感染到了，所以我要把我的20000点分贝值送给 Swag。邱鸿凯给我的感觉就很像那个，就是林业大学的学长，然后就是那种跟女生出去约会会把他的双眼皮贴给揭下来说，哎，这怎么了的那种男生。直男。对，但是就是。